生，今天有一件重大的事，我要去看车啦！我呢要看一款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车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懂，因为连我这个不懂车的人，我都知道它最近很红。你们先猜，看你们想的跟我讲的一不一样。身为一个很不懂车的我，到底要怎么选择性价比很高的车？所以呢，我邀请了我身边数一数二很懂车的人蔡昌。选择他来陪我看车，因为他是我们朋友圈很懂车的人，也很懂啦，超级懂。欸你在那边骄傲。好了，我先跟你讲一下我对车的要求。我的车要性价比要高，要很 fashion。我的灯要美，我要很凶的那种。要有屁股吗？我很喜欢屁股，我一定要有屁股。好，没有屁股的车我一点都不喜欢。OK。我的内装也要好，因为我觉得开车的人里面也要漂亮，享受。对，然后我的座椅要舒服。好，有吗？有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看车咯。Let's go。要来到 Honda 车场啦，所以你猜到我们要看什么车了吗？就是。变个魔术啊！什么变？车上没有人。好，你看这个 remote 在这边啊，在我手上啊，你看啊。OK。哇！这叫什么 ？Remote engine start， 在远程都可以启动我们的引擎。这太高科技了吧！吓到我哎！所以只要 remote， 我就可以先 start 车。对。这样平时就是什么大热天，我可以先 start 好车，然后我再进车。是，你就不用感受那个热热的感觉，因为呢，叔叔有跟我讲过，他本身是喜欢那种尾灯啊，有一条线长长这样子，像 我要帅。OK， 重点我很喜欢有屁股的车，对，屁股长长的车哈，今天做给你来 ，Come on，The All New City。OK， 书生的折车条件有屁股，有线条，像我。哎，这线条是我喜欢的，我不喜欢太复杂的。是，单一一条 ，Simple and Nice， 这个性价比很高的车。这个本来就有。这个飞机尾吗？对。这个套件呢叫 Modular 套件，它只要多报一点点钱，可能一个几千块呢就可以拿到这个套件了、啊。有变 sharp， 有变美。有整个更菱形，更有运。动感的感觉，我还要看一点它的后车厢够不够大。哇，够大了，好像我这样大哎。我们开车先来。哎，够大，没有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就可能你们吵架的时候呢，你们就可以把长勇放进里面啊。然后哎，长勇进去里面过后，弟弟也一起砸进来关。就可能我不小心弄到生生气这样啊，我们两个就一起进去这样子。各位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，拜拜，谢谢。哎，可以塞两个大男人，我觉得很厉害耶，这容量。来给你看一个很安全的东西。什么安全东西？我们做什么东西都要安全嘛。Airbag，我们就 test 不到给你了。哎，踹踹踹！那我们就直接去到这个最安全的东西，这是 Honda 系列的特点之一。什么东西 ？Land Watch。不过这有一个摄像机嘞。这个就是你有时你想拍一些夜拍、自拍的时候。什么东西？这个 Land Watch 是这样子的，当你打 signal 的时候，你打左边罢了，左边的 signal 的时候，它这个镜头会拍完这条 Land 的车给你看，就给你知道没有车。像是我的副座有时候会做这么顽皮的人呢、啊，就会挡住我的视线。这个时候你就得看 monitor， 它那边就显示完你左边 Land 了，有没有车给你看了。这个很厉害。如果有这个东西可以看到那个 blind spot 的话，哎呀，我的车就不会那么可怜。哎呀，还有各位万众瞩目的大头灯、水晶灯，看到吗？哇，一条一条的好帅哦。对，它那个折射呢，让你觉得这个灯有水晶的感觉，有 diamond 在里面的感觉，看到吗？是不是很加分呢？很凶，我觉得它、嗯，我很喜欢车的凶凶度那一种啊。我也是很喜欢凶啊，我喜欢看起来很凶。外观都差不多了，现在我们要试它的性能，一起在路上跑，那感觉 handling 感。Test drive。对，上车绑带安全第一条。其实我很少坐舒适的车，第一次就在这个2020的 Honda City 上。你稍微踩一下看，你踩一下。踩一下，我看啊。来。Go。哦呦，不错吗？感觉有感觉，我不可以再快了。我本身有坐过我表哥那辆2015年的 Honda City， 想讲啊，它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哎、欸，对，那味道是很像。Honda 味是吗？那个 Honda 的新车味。而且我喜欢它的坐垫哎、欸，它很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舒服啊。Full leather 的皮椅，因为我知道的话 ，E spec 跟 S spec 呢，它都是 fabric 的皮椅 ，fabric 的椅子对吗？哦，有做功课的。你看，你看这，你看我打这个信号哦，我可以关掉它的，其实。旁边一个按钮就可以关掉，说它不影响你开 VS 的。哇哦，蛮屌的这功能。不过当时我有这功能呢，我猜呀，往事不能回味。这次还是我第一次坐在这个2020的 Honda City 上面，它里面的质感感觉大大的提升，更科技感了。看整个那声音也收敛了。哎，
我觉得哦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嘞。唐勇的车不是 touch screen 的吗？啊、那个 touch screen 我每次按不到啊。我以为换了我做兄弟啊。哇，你们看那个修的那个边。很加分哦，宏达的冷气是名不虚传，因为我本身也是开宏达的嘛，它的冷气呢真的是会让你冷到想穿冷衣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都宏达蛮值得称赞的地方是它的冷气的这个 system 做得蛮好的，它这个 start engine 啊可以很清楚看到它、它就在你的上方前面罢了，对，有200了各位200了，没有，不可以，我是安全驾驶。哇哦，你们知道这个 white 呢？这个叫什么 white 啊 ？Ivory white 啊 ，Ivory white 呢？据我所知啦，之前 HRV 有一款 Boostback 啦，它没有推出过 Ivory white 这个 leather 线，但是呢，可能马来西亚人都不可以接受这个颜色，是不是？他们就改去黑色全黑。现在呢，还是会把它放出来，就放在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。So。还是非常的有质感的，最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最加分的对我来讲啊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三星，来我们一起讲1、2、3 Public 对，我真的很想讲这个太加分了，本身是一个蛮喜欢三星的人，想象啊今天啊你没有卡喷啊，你上车你还要打位，还要放那个手机放那个架，但有时还会掉下来，对，然后现在不一样，一上车 check cable 对，打位马上跳出来，音乐又有，是不是Double 停在这边，但是没有事不会按它。我跟你讲，他用的车啊，他必须要放那个架在这里，所以他的 Double 停在他的架里面。啊，对，而且你们知道到啊，是我不可以讲那么多小米坏话，因为真的是好大。没有，我们不是讲坏话，我们是作弊。啊，对，那我就可以讲了。我们刚刚发现到呢，这个8.1寸的这个荧幕呢，真的很大，比一般车原装车都蛮大一下的哈，可以 touch screen 的，很帅哦。真的，我觉得这张 CP 值太高了，真的可以考虑。你要它都可以满足你，你要动力它也可以满足你，你要看快它可以满足你，你要安全 ，safety system 有 blind spot 有 lane watch， 你要美观 LED 大灯给你 ，LED 微灯给你，微灯也美。所以你们知道你们距离这辆车还差点什么吗？还差点钱罢了，你们只要钱来就可以了。Honda， 哇，我来到了 Honda 的 showroom。等一下，先要 scan 先。啊，要 scan 先。我没有那么多钱啊。OK。哇，check in， 耶。好，来，赶快。哎，阿乐。啊？这是什么啊？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因为门是没了。哎呀。哎呀，我们的 Jazz 不是重点，我们的重点是2020 All New Honda City。有有哈，现在有好康告诉大家，宏达现在有做12优惠，只要你在12月1号到12号期间内完成订购，就可以预备2000块现金，2000块呀，心动了吗？很想买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现在马上去买，现在。